死了一样，就跟别人拿着刀割自己身上的肉一样。太后，让他好好心疼心疼女人吧。传我的话，让他们都尽心着点，出了岔子我要他们的命。这怎么还不去？皇上，您这样的话已经传给你三遍了。哎呦喂，皇上，您不能坏了祖宗的规矩，胎儿不落在垫子上，男人不能进去。你进去，你替我进去。奴才，我你算什么男人？你替我进去看看到底出什么事了，快！哎，这就快什么？您是没见过生孩子，还是自个儿没生过孩子呀？公公，您救救宠妃吧！佟夫人，这是在宫里说话留点神，别净挑人家不待见的话说。我看他好像不行了。佟妃娘娘没事，我看您是不行了吧。来呀，把佟夫人请出去。哎呀，请吧请吧，找个没人的地儿吊嗓子去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好的，好，使劲嚷嚷，大声嚷嚷，使劲嚷嚷，皇上就在外头听着呢，让皇上听着，使劲。哎呦，我不想活。让整个紫禁城都听见，让整个京师都听见，您正给皇上流血呢、啊、您给咱们大清国吓得一跳，正叫皇人呢。好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，哎呦喂、哎、娘娘，您听我跟您说，您千万别在意中宫的事儿，中宫算个什么呀，您那都别拿眼皮子夹的，您听我说，您肚子里才是真玩意儿呢，您稳住神，别扇着了，使点劲把它挤出来，扔在紫禁城里晾着去呗。静妃娘娘，您听见了吗？听见什么？嘘，我儿子在哭呢。我听见那不是你的儿子，是佟妃的。我儿子想我了，他找不着我了。咱们都说错了，他不是你的儿子，也不是佟妃的儿子，是我的儿子，我儿子在哭呢。